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型无量寿经》改第六十里面，六十里面，道生第二行。

以他为说这是先算明啊，文境，除了东部以外，有同类。

对方方面面来介绍这个法门，《小本阿弥陀经》言无修持，所以你中国这几千万年来，修正宗的东学。 拢甲这个根本作为早晚去想，非常诶干扰。这是世尊无量诶慈悲，确实互咱一个容易修学诶。

第十六关是起兵念佛，如是在后面，这法、个、门就愈重要。啊！在古早时，尊中国加印度，拢有一款的功法。最后最殊胜是排在最后。 伫文艺表演内面，想要压上戏，最好诶一出戏，总是放伫最后，让观众看到愈看愈有兴趣。如果最后摆伫头前，看完后面拢不如头前啊，啊，大家就不爱看了，就只好咯。最好是放伫后面，那面啊，就知影讲，在那馆内面，甲知名脸谱啊，放伫最后。 这就知影讲正宗修学的方法，知名啊，实际上比观想、观想拢较殊胜。为什么呢？这经啊，我记起拢嘛有讲过我咧有观经诶时阵，也捌问过。 李老师问伊啊，这个十六关系，观相、观相，还有这个实相点，佛无讲的观相呢？ 有十四种，唐条，地藏大师都吸收观赏念佛、往生的，所以这法门也就得到传国、韩国、传国、日本。 伫中国呢，修观相法门诶，有罪。我向老师请教，为虾米呢？老师甲我讲，观相啊，不容易成就啊。比如讲第一关，关努力研果。虾米叫做成就？你啊，避开目睭，看着黄昏。 这个日头要落山啊，迄、那个日头啊都、就是伫你面前，你真正会看着目睭开开，这个景象嘛伫你诶面前啊。你试看卖，你啥物时阵关心呢？真正关心咯，从生到西方叫做世界，也得爱将这物件摕掉啊。 无提雕啊，你着上咯。凡所以上该是福梦啊，你也是该提雕。提雕啊，比观赏成就啊，抑佫较费事啊，抑佫困难。伊讲念佛好，念佛只要一句名号，叫你放下真简单，比放下你迄个观赏容易真侪咯。 想法嘛是有道理啊，所以啊，会记哩，经常即句话是啊，作风原则啊，种纲领，凡所有上皆是虚妄。为什物你修观呢？是叫你把其他杂念拢除掉，就亲像咱啊一心清念，这一心即往生。 也毋是讲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同连些品位就关咯。所以一心不乱呐、啊，先方便土；一心不乱呐、啊，先识报土。那今下日啦，初学嘅人会当先完成同基础，啊就成功咯。所以啊，阿大师伫要界来用，困难啊，也伊啊用家己做嚟。 伊讲我一生求生净土，只希望啊，凡心东基土，下下品往生，我就真满足了。你实验互咱看啊，凡心东基土，下下品往生无困难啊。仙导大师讲啊，万修万人去啊，一日都袂老去。” 啊，按怎念佛咧，抑是在一心称念啊。伊即个重要啊。就是念佛诶时阵，毋通夹杂梦想，毋通讲有梦念，迄就叫做一心。啊，一心做高的时阵，有怀疑，有夹杂，这是叫一心。啊，所以。 真正想要求生西方极世界，你一定爱怎样？这個、世界是看么的佛？阿弥陀佛，劝导难。西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依靠同音的用来劝导，那不是讲无比的殊胜，佛哪解咪困难的？ 依会啊，太难得咯！众生愚痴啊，认为讲这个法门简单啊，大概无虾米高明啊。未别,别求法门啊，以为讲别的法门比这个较悬啊。错了。愈殊胜啊，越简单。 古今中外拢无例外啊！最简单诶，最舒心啊！头前诶开窑诶内面啊，从实有说明给，证明念佛啊，是精神祈求。

即个世间内面嘞，平门利用五欲六尘，就亲像古人所讲嘅，即是世间嘅滋味啊！一般人谈恋啊，这味、个、哪有发味浓啊？ 法味内面啊，最浓的知名缘分、啊。你为什么你还没落去咧？你起名啊，无气着法味啊，无气着滋味啊。所以啊，你诶，退心。你为什么无气着滋味？念或诶，时阵有怀疑，有夹杂，怀疑即个法门是毋是最殊胜诶。 这个法门敢不是真呢？我敢真真会当往生有真有结世界不？丢毒啊，怀疑啊！第二，对世间名门利用的贪婪放不落啊！所以你困苦念佛，念六干泥啊，拢滴袂掉啊，发气，拢无啊，治掉。 我咪出来，原因伫即块啊！有良受经的经题啊，好啊！啊，顶半段是讲古布，下半段是讲受音啊。你是怎样受呢？受音有讲五理：清净、平定、觉。 原来有福的人咧，修什么咧？修清净心，用什么方法？百万世间法门，拢是修清净心，拢是修平等心，拢是修觉。清净心得着了，已经熬了很久，平等心得着了，你成菩萨了。 大天大悟，那都是觉啊！你成佛了。啊！你修因，你得果不是什么大成。代行啊？大成是智慧啊！佛言经常所讲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大成是智慧，无量修是德。 庄严是上都都啊，地拢地掉咯啊，地掉清净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伫个方便又有痛，清净心无容易得到啊。 对着平等心，国破一片无名，正义份发心，心到叫世界是不种人土啊！华严经上,上所注啊，以上的菩萨啊，发心大师啊。 定是成婚啦！这东西难啦，这都爱念到一心不乱。这个境中最舒心的，都、就是反省动机托，太舒心了。反省动机托，那那真正要求往生啊！每一个人都会当去，绝对是。 会滴着呀！啊，最殊胜就是一个啊，叫做世界啊，甲其他世界无共款啊。真正说，正如环境所讲，伊一切，一切皆一。生到同基透同时啊，顶有啊，生到方便土甲石薄土。为什么？迄、那个所在无空间为处啊？ 无亲像其他诶祝福国土，其他祝福国土确实有空间为主，无共空间为主，你看袂着。有世界无啊，所以讲咱就是生到啊同基础，啊下边讲生到个世界，你会去看到关于世界你会看文殊普贤。 因哋都会，因伫是报土啊，是报土诶，遮个大菩萨，甲凡神当基土啊，下下品诶，也常常做会啊，因缘份难得啦，你常常会甲因结棍啦，常常会听著因咧教诲啊，进、啊、步就真紧咯。 伊未退步啊！啊，无退步诶，原因啊，只有啊，向上提升。老师是诸佛如来，同学是诸大菩萨。汝要去倒位去找个修学环境呢？生到极乐世界，决定一生成佛。 伊想要长啊，无能收啊。你讲这缘有偌殊胜咧？无拄着是无办法，拄着了后，你抑阁留恋即个世间，啊，你就错咯。即、這个世间只有一件代志放袂落，就甲即一生诶机缘共过去咯。 所以咱啊，天地诶放下，一丝毫留恋都拢无啊！啊，咱住伫这世间最重要著是求往生，啊，未走以前身体也伫即地，哎有菩萨啦，尽量来劝别人。 有无道无言的人，你劝人，伊肯相信，已经发愿，即、这个人得多咯。你帮助伊成佛咯，你成就也帮助者成就呀，你帮助诶人愈多愈好啊！大智菩萨甲咱讲诶啊，你真正上人诶人，往生啊，比你家己念佛啊就较好啊！

啊，做越做越好啊！这是我经常讲的啊，一点都无假啊！除了家己念佛救生以外，尽量帮助别人。嗯，别人用什么来坑呢？哎呀，现身说法啦！ 早个时阵无破病，无地死机，无痛苦、啊，你安尼往生咱看着咯。就是真诶毋是假啊！早年我抑未来台湾以前，啊，香港。 何是诶老母啊，念糊往生净土呀！老爸啊，何同叔叔伫香港真正有地位，因归家是虔诚诶基督教徒。毕竟啊，因也是受过中国传统个文化。 对老母也、啊、真孝顺，厝内设有佛堂，个人修个人个啊。老母逐刚念佛、啊，因下礼拜日去教堂，一家人也阁真和睦，有有中国传统嘅教育啊，和因和蔼相处啊。 啊，老母走诶时阵，真将开一个亡灵大会。老太太啊，无敌狮子啊？去诶时阵是坐入去诶，通知香港啊，才会新闻界。 走下迄天，逐个拢有去看，真正走去咯。所以新闻媒体拢有报道。迄、那个时阵无遮电视，啊，这是三十外年前。伊啊，一个走咧，我细弟啊，因全家啊，拢念佛啊。你看，毋免讲话，表演互伊看。 你看到真是真，的，不是假。以后啊，伊家家个厝捐出来，就是现在当年甲万，当年甲万都、就是啊，活动结束，因个厝捐献出来做佛教头顶啊。老太退休无讲起说法啊，可是这个表演多偌济人呀、啊。 无偌侪念佛诶，哦、的人，看着升起信心，一点拢无假，亲像有即种诶方式咧，成就家己也成就别人，到处拢是啊。 即大概四十外年前啊，我伫浮宫山教学。浮宫山有一、那个长工，伊那迄个工程是一年一天无中断呐。伫浮宫山做工个工人，是在地人。有一工暗时。 我带着几个学生啊，诶、呃，这个姨娘啊真光啊，阮伫草伯啊讨论佛法，即、這个工人就行来阮即边来，也来听。啊，一钓久啊，伊甲阮讲，看阮念分啊，伊讲念佛是真嘞，一点也无假，伊亲眼看着。 野厝边，这老太太，念不三年，也了往生呀、啊。啊，老太太人非常慈悲，有爱心，大意帮助别人，伊也、啊。 伊无读过书，毋嘛离啊！拜佛、拜菩萨，也拜神，什么拢拜。常常去参加庙会。三年前，伊娶是新妇，新妇知影一点仔佛法，就囥一个大家啊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各位都会拢毋通去啊，拢免拜。 大家有善根啊，你听信佛的这个劝导，都伫厝内设一佛堂，每天念阿弥陀佛，啊念这個阿弥陀经啊，包括去参加这庙会咯，专修净土三年啊，在迄工啊是。 暗时啊,啊，食暗顿诶时阵，老太太叫厝内人，恁带先去食，免等我。伊要去洗身躯，哎，真正去洗身躯咯。可是，伊后生心不真友好，拢会等伊啊。等真久拢无出来，我离去甲看卖，看也确实已经洗去身躯咯，甲脚拢无人印啊。 啊，就去甲催，最后啊，看伊徛在佛堂，穿着海青，整整做做，就伫提了念珠，面对着佛像，甲叫拢袂应啊！去边啊，详细甲看，伊走咯。即个工人甲阮讲啊，真眼看着啊，一点也无假啊！ 哎，困晕都哎，你也唔好啦，哎，救生净土啊！哎、啊，人嘛，将军乡的人啊，啊，即件代志咱即摆讲起来呢，也有真侪人拢知影，也记噶真清楚，所以呢。 做行多事，化他，依会绝对唔通错过啊！起名念佛是十六观境内面最后的一关啊！第十六就是啊，起名啊，很难起名念佛，所以啊，这个比观想与观想，佮较殊胜。 用伊也更较舒适。第二种，阿弥陀啊，观、啊、音圣王陀罗尼经，幻度之名，以来面嘛，教人祈酒这个咒是往生咒。 有人学啊！我早年伫台北钢筋，有一个老技师，少年时阵都学会啦。迄、那个时阵我出来钢筋，大概三十外岁，较无四十岁。这个老技师五十外岁，伊、哎、也看到这个经常咧讲。 念满三十万遍往生咒，就会去看到阿弥陀佛，会认真念啊！用相当的一段长的时间念满了三十万遍，来跟我讲一个真况的事。经常讲的三十万遍就会去看到阿弥陀佛，我念满三十万遍，为什么还看袂到呢？ 伊就啊，生出问题咯。三十万变是安怎念法咧？啊，即点你著爱注意着哦。你看念佛啊，即、这个念佛、念咒、念经，拢是一个标准。 啊，都、就是大世界菩萨所讲的，多念了经，净念相加啊，这叫做念佛啦。你念三十万遍往生咒，念咒的时阵也可你打妄想，念咒的时阵也可你想着讲，你看会灵啊未灵？这就有问题咯。

一部经念落来，当中有真侪杂念伫内底，甲你诶功德啊破坏咯。也毋是讲完全无啊，大好在兼利乐咯。啊，所以就咧咒句也比较比较短，容易入心。但是啊，最短都是佛号啊，四年念阿弥陀佛。 希望这四天来对毋能去夹杂，这必要往生就较容易做咯。往生就那悲念好困难啦啊，咱明白这道理，一定爱要,要求家己早暗课呀，好啊，啊，平常散念嘛都爱呀，注意讲，唔能夹杂，爱注意啊，这个。 思考问题的时阵呢，就该念佛放下；思考完了后啊，才搁提起好好，唔通讲一边念佛一边在想代志。啊，一边念佛啊，一边的工作，迄个工作，你要用头脑是会、啊、用的。回妨碍啊。需要用思考的。 那就妨碍念佛啦。即话当讲唔知影咯，绝对唔是讲啊，班门有问题、经咒问题，迄是无问题，是咱家己啊错用即个心，问题发生伫即所在這，即是讲到执着啊，是这上。 我灵光啊，真好！弥陀，这四谛是凡夫无幻出来，定有是甲就是同款。这个道理道，袂当我唔知影。下面第三个《华严经》《观世音万品》，在万龙都归结咯。 所以后代人，即、这个人就是为元为灭亲，伊也甲好现相关品，即管最后即管呢，对华严经挑出来，不叠净土三经嘅后面，称为净土四经。 对，如果将来伫倒位看到净套《四经啊，你就知影我安怎给出一个给出行完品，含弘泥干，会袂成技术，是一家这的即来对。第四个都是熬出阿弥陀佛的寂静，这部完全啊。

实际上就是咱今仔讲嘅，伊在做布局啊，对如何做报告，也发大元二十四元，有本经，含五两一两，你得二十四元减款。啊，诶，啊，这个是诶，下边第五种修灵养大世之菩萨念佛文通中。

叫汉，玉智山中，基罗恰参译，也伊还个有即个名叫做定《大风顶》，《带集贤护经》是即部经的译译，也都是讲讲即个梵文的本，无讲个译本经 九十里为期，不走不我就获你三昧。这个法不用修啊！为什么？伊、这、呀、个、一期是啊，九十天三个月，三个月啊，没用你困呀、啊，没用你坐的。 会会会会会你会当啊，行，困苦行会用咧，倚咧会用咧，袂用咧坐，袂用咧去倒落来。修这法门啊，哎呀，身体好，少年人会用咧，有下路就真困难啊。但系四十岁以前是会用咧，四十岁以后，对啦就袂用咧咯，你就做未到。 啊！咱地个法眼净流看到，现在当主五十三参第一位参访、这个，皆双魂比丘啊，伊啊，修诶都是即个法门啊，叫做啊菩提三昧啊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净土。所以你甲看这五十三参。 迄个用意真深啊！中国跟印度拢是有这款的概念，成利为主、啊。现在啊，日本书菩萨会下成就根本地啊，怎样成就根本地呢？ 执着放下了，得到清净心；分别放下了，得到平静心；梦想放下喽，起心动念放下喽，心无上静定境界。 那那经台顶面，清清平平，教义得到咯。中国人讲呀，大替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你法眼开胸，这是初祖菩萨，法性大师啊。 现在都同主啊，伫文殊菩萨位下敬吊啊，即、这个各位啊，冤家仇主，所以老师则叫伊去参合啊，注意啊，知影真正参合的条件，著是一个，伊无见性，无资格参合；明心见性，你才有资格参合。 啊，参合个容易的多以呢？参合多是啊，好，无名是气啊！你看你不明是破咯，起心动念放下咯，抑有湿气啊。湿气要安怎咧？湿气都爱伫咧参合诶内面啊，甲伊断掉啊。所以参合叫做练素练心啊。 这时阵，你会看你考验咯、哦。无论是顺境、逆境，老师鼓励去接触啊，你也袂受外面的境界影响啊。家、啊、己一切在即个境界内面，会甲你无始无明失去，自然的淘汰啊。成就究竟圆满的后果啊？ 啊，所以我的三滩我的三位啊，拢嘛是菩萨啦，拢是佛。呀、啊，善地些唔是普通人啊，拢是诸佛如来化身的啊。化身没关系，男女老小各行各业，啊，来对有善有恶，实是这一想都是咱给人社会啊。 啊，咱大陆即个社会对乍到案里所接触诶，这些人，哎、啊，著、就是五十三参。那哪眼见识？你问声是毋是动心？若会不动心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你就有资格去参学。如果一个起心动念，你就互境界啊甲转咯。 啊，所以参学唔是简单嘅代志啊，参学啊成就好得低啊？啊，根本低就是不择不低啊，还是什么还顶功啊？代替大我明心见性，根本低啊。参学咧，参学是好得低啊？无所不低啊。 是不是伫境界内面学无所不知？不是，应该现前，你智慧就升起来了。无境界的时阵，心是清清气气，一个念头都无。毋是对外面学呀、啊，毋是啊，这袂当错错了。是啊，面对着所谓境界来的时阵，你自然啊是智慧。 哎呀，对于用意啊，再对于未生烦恼，烦恼是什么呢？七情五欲啊，啊，孙敬是贪爱，也敬是万恨啊，未生这个啊，伊生智慧啊，啊，这个道理咱未当讲唔知影、啊。 啊，咱今仔日为了参哈不？无啊，咱随缘随的变呐。当伊现在动作都是呀、啊，皇冠官啊，顶兵啊，书条内面讲诶，随缘秒用啊，秒用都是生智慧啊，绝对未生烦恼啊。 所以最后第五十三场都是啊破现菩萨了，现大冤王都归结了，那哪款也要换四中，这是说明啊。现在动作咧学心么法门？做四呀、四中修两部法门、啊。老师讲啊，呀，连阿弥陀佛救生净土。 啊，甲咱讲到即件代志啊，所谓境界拢嘛接触，伊才会普度众生啊。伊也无这法门，毋知影、啊、的，只要一接触就明了咯。那生智非不生烦恼。

念彼阿弥陀佛，五连是甚么呢？第一个是礼拜啊，礼拜就是在修恭敬心啊，所以这个是怎样？恭敬心是性德。 个破险破十大愿王是同一个意思，都是礼敬祝福啦。啊，礼敬祝福来咪啊？讲三世，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。啊，过去佛。

世尊嘛，甲咱介绍啊，三千尊分名，现在分啊，未来分。如果一寡人是未来分呢？伊这种生拢嘛是未来分啊。咱若要用什么款的心态对待伊这种生呢？啊，那用什么款的心态对阿弥陀佛？ 就应该用什么款的心态来对一切众生？这叫做礼敬诸佛啦。啊，你看这个人不顺眼、啊，看迄人讨厌，你就看到佛的讨厌。伊一定要知影，伊啊本来是佛啦。啊，现在做现在也是佛啦、啊，不过是咪一点多就死了？ 咱毋通看伊啊，买迄电脑看伊个自信就好，伊本来是分啊！啊，即点非常诶重要啊！甲咱即个恭敬心啊，啊，生起来咯，恭敬心是圣德啊！啊，咱迷失了自信，所以才会分种种诶，即个差别，若甲看面是平等诶。啊。

同款啊！赞叹啊，跟性德相应就赞叹；，啊，性德未相应就无赞叹。所以现在啊，五十三参里面有几位善友啊，迄、这个行为啊不善，做贪嗔痴耶？你看现在啊，有恭敬。 有供勇，无赞叹啊！甲性德相应诶，善法，又有礼敬啊，有赞叹啊，有供养啊，差别就在这地。有时咱就要学习咯，即、这个人是歹人，歹人做了好事，事嘛是好事，应当赞叹。 赞叹伊即件代志，伊做是歹事，无赞叹，无讲，无批评，社会风气才会端正啊！才会做不幸的人啊，伊会成见笑。你看我做一件好事，人就赞叹我；我做歹事的时阵，伊拢袂讲，但伊拢会通包容，伊拢会原谅我，哎，就回头咯。 一定爱有即个善心善愿，帮助别人啊！回头是岸啊！唔能积悲啊！积悲啊！有当时啊，也起反感。哪讲接受，个个升起心，一大事就麻烦了你该结完了以后在六道内面，冤冤相报，报完不了。

伊要去找律师来起诉，那个钱一吐回来，伊来问我，伊讲我安尼做会丢无？我今日个看，伊些企业家真有钱，我讲迄点啊钱伫你身躯无算什么，你用伊用拢是共款，何必来去计较呢？这叫做二分啊。 啊！如果你真正是无钱啊，互人骗咯，啊，对你个生活是有点啊影响啊。我看你无成啊，你是大富中者、啊，骗你即个几百万无算什么啊？好、哦、啦，卖去甲追焦啦，你啊，真正毋甘，来生啊伊抑过会爱你啊，所以真正了解即个一面古博啊，你个心就放下咯。 人伫世界有食亏的无无啊，一日食亏都无，有占便宜的无，一、这个人拢占袂着便宜啊，无占便宜啊，也无食亏的。你啊，即世占伊的便宜，内生爱害呀、啊，要都爱家己吃啊，哪里会占着便宜呢？明白这道理，你的心就定咯。 袂受着外面的境界影响，你会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。看伫到时阵，会问伊讲最近好无？骗骗去只钱，一句都买讲起。无代志共款。这是你有一点仔智慧咯。看着收气，还是你分别执着无放下？即、这个境界是咧考验你诶功夫啊。 你未及格啊！你阿哥念念想着这代志，未及格啊！第三下啊是法官，法官求生极乐世界。第四下是观察啦、啊，第五个是飞翔，五连萌啊！诶，观察。 就是机关内面的做官呐，啊，都、就是按一般的讲，都有属实真相明白了、啊。一切人，一切人，一切属一切物，性相理事因果弄清楚。 弄明白，这叫做智慧开路，把家己所修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第几那日特别回向全世界才会苦难众生化解灾难呐、啊。 啊、无论信仰啊，都一种的宗教，拢好。万民平地唯有过下，应当甲己所修集的功德来回向，以求宗教内面啊讲祈祷，以求世界和平，以求灾难化解。 第八章，王兴论著，这是古著。八魏南北朝时阵，八魏贪乱大书的，现在拢收集啲平头丛书来对。呃，王兴论即个著是非常重要的参考。 啊，记起讲《红星论》啊，也是看这部自解啊。后面第九的、就是是啊、都是忧心安乐集。这嘛是同条独创大水的著作啊。拢是，当这部经同类。 下面啊是讲介绍净土经论，这是附带啊，这就做迄咯应该是有一百多种，啊，有经书啊的，即块是啊六九十二章呢，嘿，比较出名呀，嘛是啊，净土中 祖师大德因，当今说法常常就引用着。后有诸经论，虽不专论净土，但亦大略称赞极乐，劝导往生。其中教徒家明显的，哎，即个即个。诶、这个。呃 众所周知，诶，是六部经种啊，如《法华经》《比花经》《水愿往生经》《文殊说佛经》《目莲说文经》《十往生经》《观乎三昧经》以及《文殊东胜极乐文殊花缘经》。 有生极乐世界，立灵牙见佛计良师善啊，来极乐国，良师菩萨啦、啊，伊嘛是啊，用生极乐世界啊，密菩萨论，这是良师大师嘅作品，大地罗论。 还是梁书菩萨做，大乘起信论，马明菩萨做啊，顶顶啊，唔按做老技师啊，加一本的注解，一样的经啊，有八十三种，论都呢有一百十种。 总共是一百九十三部，这注、个、解来对，所以咱来学这个注解呢，这摆发心是学这个注解，也就等于是学了啊一百九十三种的经论，啊真不容易啊！老居士啊，这部的注呢，你到这么多参考资料。 我感觉起也是福薄的加持啊，太难太难了、哦。运动也、啊、是有真多好友，试过去收集参考资料去送互伊啊。我去因家啊，厝内啊，这个小厨房内底啊，一日看堆满着啊，这下主真多啊，拢嘛是高租。我讲啊，你对伊都会体来，伊也嘛唔知影、啊。 你真正是三步而加持啊！净土经论幺八所十波，哎呀，即、这个应用都是一八到十三以上啊！就有本经薄类，东波当类耶。吾再说净宗经论六句机要。 只有密报有关啊，症状是点击为数上都骨密裂裂，老技师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，呀密宗的来面啊，有修正土的，就个无应用啊，第一啊，即点。 下面下八段，约会教习，内面讲四件代志，也是翻译啊，是本经之原译本，会教，对是会接。 是根股诸种完因而汇集，这个汇集本教是教定，有一种，偏这称技术诶。色咧，这是解释，就是注解，是本经、资本之注释啊，就是注解。下面呢，第一段都、就是教。 文经也本，翻译的这本文经，乃我佛如说，著书经义，当来最早一本独到，是四句话，是每公起居书。

都嘛欢喜，从做这的工作，所以对汉到宋，被吊代大概嘛有八年了一共有十二种翻译，当讲啊，无论受经翻译是上界最，五十二种，就东来最早。 汉朝时阵就传来到中国啊，日本独多，反那个住宿真多，会当讲是无人受惊是第一。祖汉继宋，凡十二亿，宋元立纲，英尊五种。啊，就是讲。 十二种来面有七种失传，啊！咱中国人编译大总经、编译佛教丛书，从了时阵开始，这家收集做会，以前都无收集，所以真加容易散失啦。是本太少咯，这个时阵经本拢是手抄诶，无印刷诶。 下面那就介绍这个呃，样本咯、啊。第一种，这是成功。现存的无量清蒸，平等觉经。又含六支，六支是一个国家的名利。现在这新疆。 三文即是一个出家人，一路骑禅叶，有洛阳，也敢清啊汉叶，即宝经啊，现在即个大藏经内面有啊，不只诶，有五种啊，按照朝代先后排顺序，这排在第,第一，无量清净平等觉经，第二种呢？ 我说：“阿弥陀三亚三佛，三藐三佛,佛，提，罗佛坛地道人道经，一名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名《阿弥陀经》。这是我，我是三国时尊，魏向我三国时尊，我国嘛是一个在给技术。” 有博是学位，伊也是六级诶人，这拢是伫社诶，只欠利啊，功名，翻译个，伊还是干青，我译，即普京的军队啊，拢是用原文翻译个。 我说：“祝福阿弥陀，阿弥陀顶面加一个祝福，也是有意思诶、啊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啊，是一切佛的总名号。那你应该想看咩？阿弥陀不是讲未当翻啦、啊。” 这一当还呢？啊，还作无，你都还作量，不还作格，无量格。如果多起的富，不是无量格呢？啊，你都知影了，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啊，所有一切佛拢念丢了，一个都无漏去啊。 那讲过去乎在来面，现在火麻的来面，未来火麻的集中，是奉三世一切诸如来众名称啊，又个是自性的名称。三亚三河三罗浮坛，这是如来的 好啊，之一啦！即、这个石破后面经文诶内面啊，会去讲调啊。石破内面有政变正,正变知，凡做中国意思正变知，正是正确，无一丝毫的。 触摸、变析啊、变、就、低、是，也都是咱咧讲的呀。智慧内面的哦，德、這、智、個、啊，万智无智，无所不智啊，这是无所不智的意思啊。 也有定静觉的意思，这个定静觉实际上就是咱上讲无上正定正觉，有这个意思伫来对啊。下面几多这两字是。

啊，这是应对诶大意。诶，三种就是叫无量寿经，作为这也是三国。三国嘅时阵为国，印度沙文，弘景楷，亦有洛阳白马寺，也敢称为一，现尊。 五种翻译本，这本流通啊上界快，也译甲真好。第四种呢，无量寿如来回，东条、南印度、三藏法师、菩提六字翻译的，这本呢，佛祖。 无极经，所以也是无极经内面的智慧，无量寿如来会，以下啦简称东义，后面讲到东义，拢是讲这部的。第五种菩萨大乘无量寿庄严经，宋辽时尊，西夏沙门发现译。 亚干青宋玉，即是现存诶呃这五种啊，咱会当看着，无量寿经五种诶原译本，只有就也是七种，故开元释教录，开元释教录。 色是释迦牟尼佛，释教就是佛教啊，都、就是这个丛经》的木料，这是最早总、啊、经目》木料。木料来面有，但是主木啊，主材木啊，所以木料来面收的要有七种啊，这个艾饼啊、嘛有橄榄。 讲唔着，第一种叫无良寿经两卷，含安世国啊，三文安世高译，即佛经失传啊，呃，太可笑了。为什么安世高翻啊？真正好啊？早期翻境的时阵，伊真正是高手啊，翻啊，真好啊。外国人啊，甲即个佛经啊翻做中文。 我中国人看着啊，非常欢喜。早年著就吃这歌，以后著是叫摩罗师。啊，即本迄、这个经啊，失、这、去、个、啊，是真正是可惜啊。第二种叫做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，即个嘛是早为三国时代，三国时代归国三门即出家人。

伊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《六佛土六经》，个一个名字叫《做六佛土经》。当今西夏沙门多发烈翻译的。第五种叫做《心无灵寿经》。二卷。当今啊，假如为六国，就是印度人沙门。三文 福德巴多罗净严驾贤业有道长师，这法师伫中国一、这个经啊，是真多啊。但是即、这个诶无量寿经啊失传咯。这啊、个、种嘛叫做啊是无量寿经两卷，宋扬州沙文呐啊，保存业有啊道场时。 第七种嘛叫做心无量寿精。两观，嘛是啊，从吉宾国，即是现在新疆，即、這个所在的现在新疆，即是出家人，他们咯未道。反出中国的话是发笑，伊所翻译的，以上，法师讲七，即、這个七种的。 日本连整尊石像，五，四青十二大玉，是石碑台啊，八条台十二种翻译啊，伊下面讲咯，系汉代，叫汉两将，三国诶时阵。 我有一种，鬼有两种；西晋有一种，当晋有两种；老宋两种，同调一种，丢送一种。但一只分在八大，一本呢即为十二种。啊。这是甲这个无量寿经。 还一个，即个经本啊，做了简单的介绍。真盖文，真盖是日本道文法师做的，即、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名叫做真盖。即内底有即几句话：凡有啊，诸经中。 翻译成无如《金经》，书乃以出世正义利益无边过呀。那、啊、日本这会法师呢？因所用的无量受尽的根本，多半拢嘛是弘景楷这本，所以啊，伊讲《金经》啊，啊，拢嘛是咧指弘景楷的这个翻译本。 也伫个日本啊，呃、啊，非常诶流行啊。即来对即两句个非常个重要，是写经意，意无边啊这是讲正宗法门啊，无必殊胜啊。为什么讲？为什么是日本啦、啊？准地法师伊个即个注 凡有一切经中，团叶成莲，不如《金经》。书内道理，有随利益最上高也。两所共一个道见，即句话啊，是念做老人诶，一、这个评语啊。日本即两种注解有啊。 同款诶看法，利诶最凶，利诶有边啊！尊师五种，参与教度，都、就是现在诶即个大众林内面即五种缘业分，还有差别啦、啊，非常诶显著。 不输阿弥陀经之两亿，有金刚经之六亿。其文字详略虽稍有异，而内容实是相同。伊也就举出即个字——金刚经，伊大众经内面有六种诶译本，六种翻译本，现在啊流通上解快。 大家也上爱念的，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。罗什翻译家真好，译译音是照这个文字直接翻译。伊啊，把英文的意思用家己的语言，也就是讲用中国嘅语气来翻译，所以咱看起来。

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呀！按五两一为二十四关，送一个为三十六关，肥铜两一啊，即为啊四十八关，差别较大。像文字内容，国语也好不懂。 可见出典之古啊，故是故大啊。现世流传，我也教讲。孔正楷这本《流通》啊，上概括，上该指出，以行我用业，对教为本。 初具代价，皆有八缘；无不共的所在，现度诶所在，八种诶无共。如同本对见，若有七缘，今不常乐。这著是说明五种观一本来面。 差别真大，只有送业有主业才易近代，这是啊大问题啊！如果范文啊原本是一种，反正人搁较侪，应该拢是大同小异啊。 围讲啊，有啊，战对差我啊，有战对差我，即个问题伫多位咧，主意可以不同啊，即个主意是讲，咱现在存诶各种样本，为什无讲，请先先定基础啊，不温不热啦，呀，做了一部子啊。

何才知五种根本？咱叫做考古有五种根本啦、啊。啊，至少啊有有三段会当说明。第一点，右手卡托不同，就讲翻译个人。 第二还本团下不同，那都唔是一个还本咯、哦。第三个就是本书前后到处算算不同，这条啊非常的重要。本书上下百误会算法。 一多知归净土，则自然流算不一算你也随时随机，该通大义，义义不义故，言言可指。可知无量寿经乃佛多处宣说，还本不一，译者所古不同，在。 一笔卡有差，不是一文做连差音呀。这是新限定技术的看法啦、啊。这、呃、里面，伊讲的第三点非常重要，应该是。 翻译嘅人，以古即个梵文嘅原本是无共款，所以才有遮尔大都即个诶查我。如果是一种嘅梵文本，无应该有即个现象。他前古今共经有六种嘅翻译，原本是一本啊。你看现在六种嘅翻译内容是大同小异。 无啊，遮尔大诶，这个啊差哦。无量寿经啊，即五本啊，内面啊差别啊是真大，所以判断至少有三种无共诶根本。这就说明咯，即个无量当年在世，当经啊说法啊，啊拢只讲一遍，无重复讲第二遍。 啊，唯独这部经现在来甲看，这个款式至少讲三遍，失去的也够有七种啊。如果七种存在啊，呃，可能也有差别。这就是说明咯、哦，至少啊，释迦么尼佛讲三百以上，也、哎、就啊显示这部经的重要性咯。哎呀，普陀依财众生。 第一切法门内面啊，无比殊胜的第一法门啊，所以啊，是上咧讲，每一讲一拜，不可能啊，讲嘅完全是同款，就亲像咱啲学无量寿经，啊，我学嘅一本呢，就是阿莲居老居士即个会一本。 我用这本啊，讲这佛经，过去讲这十遍，每一遍拢无同款。所以我东黑来跟我讲啊，你跟我过去所讲的写做讲记，我讲会用啦。最好是回执呗，跟我过去啊，诶，十种的这本，大家拢有看到。 无讲诶所在拢接落去哦，啊，这就比较比较圆满咯。即摆啊，著、就是啊，第十一处，十一处啊，能改变就方法，讲自解，讲毋念做牢技术自解，呃、啊，也是五念咱呐，过去相识一场啊，非常诶，即、这个无容易啊。 伫迄个时阵，伫国内咧讲诶，讲日本咧是伊一个人俩，无第二个人。伫海外咧，讲即个回日本也只有我一个，也无第二个。啊，阮拄到见面，无量诶欢喜啊！啊，阮讲话。 修下，刚说的心定啊！啊，我知影伊啊，就该这部经嘅辛苦，带着旁边，暝日无休困呢，啊，这部主该完成啊，完成了后啊，不哪鬼就走了。 啊！伫迄款诶环境当中，啊，实在是无容易啊！这是三步微尘诶加持啊！即个回一本，这菩提界肯定诶，如同教不发的这世间，最后消失。小心

但外国人讲诶无共款，外国人是两千五百万年，两千啊五百五十几年，两千公六年是五十年啊，啊，应应该是五十四年啊，哎、啊，五十四年啊，两千五百五十四年，啊，咱中国祖师大德诶记载著、就是。 三千空，三十七年，即来对相差差不多是五六百年呢。啊，即个啊，咱都毋免去甲考证啊，啊，即、这个代志啊，啥人拢嘛是啊，讲未清楚，除非甲这个么哩复杂来清澈啊，啊，别人是呃讲未清楚呀，啊，拢嘛是有根据啊，呀。 啊，咱想到这个法门诶成团呐，利益无变。呐，比从前呐，这个时、啊这个啊啊这个、代以后，真正二佛，诶，得多，这个得多、这个、标准，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八界。 只有啊，这个法门，换、啊、句话讲，只有这部经，这个注解，其他的经论虽然是多，法门虽然是多，袂当啊断烦恼啊，这事、个、实啊，唔免讲迷失烦恼，最初当的烦恼。 八十八片见血，你敢会当等呢？会当等啊！八十八片见血，才种数多万谷啊，无出了多轮回啊。但是绝对位对什么多？数多万天上林干清除翁环。 就是讲修行，哎呀，经历这么长的时间，正阿罗汉果，这在超我六道，也未当超我十八界。啊，超我十八界，那都爱真长的时间咯。呀，那啲话阴兵你看着，修行书的还短还恼 呃，赞词甲梵语经相，是甚位初信菩萨断证诶上顶。你讲哪有遐容易咧？见血诶，内面啊，头一个心剑。 啊，新建用什么来做代表？真简单讲啊，主事主理，甲无人甲即个断掉咧，未搁再接续新情况，搁来第二个断边建。

现在香灯都得不掉了，九米、三米回答相应，只有净土啊。所以老大人参加禅嘛，伊老师是喜欢老和尚，我给比。 伊种诶上司，伊老师是讲个老人，伊最后也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伊甲我讲，一讲十四万声诶佛号，万言放下，日夜不休啊！太累了，独孤困一下啊，精神过来。 不后就刷落去，一天啊，十四万声。听老师的话啊，你老师是哈林纪啊，下落走诶时阵，嘛是念佛王星 阿联、啊、基老技师嘛是同宗同教，艳必援引啊，到最后全嘛拢是选择西方净土。所以即摆我先讲这个自解纪念老技师。 用心真艰苦啊！这个注解，爱呀，甲伊也传落去，说讲一遍就会当甲传落去啊。所以咱对目定的是净土、华境界，言语，约定的这个对目。 心善定基，书即句话，咱看过了。咯。咱个看下面，伊讲心是,是后面原本以五之音缘，即、这个原本来面容诶，出错我虾米原因呢？ 该还价，该写本，因地制宜，印度团结来还文还本，伫故宫博物院有收藏啊，所以有机会啊，会当去看卖。伊是写牒，不伊倒落诶树叶啊，啊，即树叶，迄个树叶真难。 金蕉叶啊，伊种诶即个树叶啊，共款，甲伊啊一边一片啊，切个共款诶。大，两边拍一空，用梳子甲撑起来。大概啊一边会当写五行，要加写六行，两边啊，拢写。所以啊，以后用这梳子甲甲卷起来。

这文句念不落去啊！这是古这例，这种情形真多啊。有四十二种总本，有四十二种经，这是在中国翻译经典的第一波，最初翻译的，并不是诸经的结论，也不是一部经，真多经。 所讲诶重要物件，一条一条记录落来，一共都是诶诶四十二段。无停啊，就发难，因最初来到中国翻出来，即本呢阿拢嘛是啊手写，有朝刻，有文明写本，有中华流通国本，从浙啦、京后，都挂各个不同。 这差别太大了，人看到真多，这四十二种经，睇来看内容无同款啊。啊，当时流传落来，抄的人真多，有人抄老高，有人抄家加贵了利，这种常有嘅代志咯。所以梵文当时啊传来个中国来，也有这种情形，唔是这下一个人写遐尔长啊。 即人写一点啊，写个人真多，有人写会当连起来啊，有人写连未起来。伊其中落字呀，嗯、啊，你就连未起来了。所以咧，四十二章经、《你悟发现诸林》所印有不同，《发现诸林》这是伫过去啊，一般读诸人有时间去看佛经诶，一定爱看这部书，这定无是。 诶，即等于是讲是啊，佛教诶，必考全书，内面分一百类，但是各个经论内面就抄落来物件，伊要应用也非常方便。咱家己查经真困难，让伊查好咯，那是同条人编的啊。这啊，常有即个类似，则有一切经音义所定理。 你资本该物价，大体上是都集团下都你的是啦，而同亦都，这说明原因啊。手下的人做啊，同款就原本咱两个人去抄，咱、那个抄本来对照，两个人可能就无同款。原本是同款，抄无同款，抄老高啊，粗心大意啊。 迄只抄诶时阵念诶音嘛，咱写别字啊，所以错别字即是未当避免诶代志咯。这拢是研究为虾米有遮尼大差误呢？有屈啦，真改文，真、啊、改文以心注意是还本公道。 意思，翻译文字啊，顿悟融入不同呢，而且是真解。伊嘛是感觉着大家翻来到中国来，梵文原本唔是这种，所以才有即种情形发生。从明文经为 多处算算，这是对呀、啊。现在留落来，翻这个经典那个推断，肯定啊，时不是唔止一摆讲这经，正相信正多，读像啊，学习的人也正多啊，原本传下正都 凡本无多种，分布详了又不同；凡家下本又一脱落，估计诸叶本真有差异。来对有一句呢，但就要爱呀特别的留意详识。 现在这個时代有了，有够衰咯！谁讲什么天道呢？有够啊，变成宗教咯。咱后世不得住不能再给出给有罪啊！ 这家茉莉花等你再试，三十岁开我就教课，但一世人，伊得教老师，无一天空过啊，伊教课啊，教诶时阵无文字，无课本啊。 在景点是分别多以后，将地主大家呀共推阿难尊者，呃，或在谁讲的这个经重复讲一遍，阿、啊、难的记忆力真好，佮听到最完整，是甚么呢？佛的使者一讲无离开啊。 叫各佛德呀，真系好讲。五百同学做证，听阿兰讲，讲了大家拢听唔头，确实不是安尼讲嘅，记录落来。有一个人提出意见，那就毋是安尼死，迄句话就无爱，处新屋后代啊。 最经典是甚么呢？是啊，是看摩尼佛当年对大众诶教训啊！啊，听着佛诶教诲啊，依教奉行啊，依教奉行是心啊，学理实实字啊，啊，那才得到真正诶利益啊！ 所以，基因唔是互咱念咧，念是一个手段，甲伊会记咧。重要是一个习，习性甲伊变做咱家己诶生活行为啊，变做咱家己诶见解思想，这重要啊！因仔，咱逐家甲佛啦，呃，当做神来看待。 做好了，阮毋是神，阮是人啊！你这称呼咧，清清楚楚，咱称释迦牟尼佛为本书根本的老师，咱若诸天地主，人甲释迦牟尼佛什么关系？师生关系啊！总讲来对无师生关系。 伊毋是宗教啊，咱后来学生不甲伊变这宗教，对不起呀、啊，列入罪过咯。阮教伫中国变这宗教历史真短，伊老师勿甲我讲。 未超过三百年，历史上记载，乾隆嘉庆的时阵也无变，不所书在道场，是安堂，拢讲课啊，拢上课啊。 所以，生安堂啊是学校啊，伊甲、啊、寺庙不相干啊。所以，佛家称寺，寺毋是庙，庙内面啊是宗教，迄是佛在神诶。佛毋是叫做庙啊，佛叫寺啊。寺是啥物？寺是政府办代志诶机关啊。伫正规方商管诶，即个机关叫做寺,寺啊。 你现在如果有机会去北京去故宫去甲看嘛？你看故宫内面真侪办事的机关，哇！迄、那个白拢是用锡，所以佛教清锡啊，伫遮规方向关诶呀，好多教育啊。所以汉朝时啊，对汉明帝以后，中国是两个教育体系，一、这个是儒家的教育。 在上关，一个机关叫做礼部，礼部著是教育部。礼部啊，上司著是教育部长。诗呢，也是佛教教育。迄个时阵，第一个诗啊，就是白马诗，纪念白马。白马派佛像，派经书，有功。这中国人真糊涂，对精神都未未记哩。有功有分啊。 所以用伊诶名叫做白马寺，这是啊佛陀教育，佛陀教育啊归方向管，无归战场管。啊，你看即个体系一直到清朝初年，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，啊，因对伍啊愈来愈 拢用真功夫啊！啊，讲亭内面钢筋的个教材，拢伫四库内面啦、啊。我看四库上上介即物件，原来看卖啊。当时讲亭内面是安怎讲的啊？拢伫跌啊，讲伊拢伫跌啊！ 对于佛教特别尊重，所以佛教的讲义不在四库，伫大藏经，第二遍编一部大藏经，道教的是伫四库，儒甲都拢伫四库，只有佛教是例外，对佛教特别尊重。啊，咱其他哩有书名，真正做佛的地主，爱甲佛教，恢复教教育啊。 啊，所以咱请佛道教育啊，请佛教大概会误会，讲佛教是宗教，教两个，这个不得已啊，佛德教育啊，认真做，咱达工到底来学习，这唔是迷信啦。现在变成相关学习的人太少了。 用佛教的名义去做生意人太多咯，这咱唔免佫再讲咯，卖佫提咯，家己诶认真努力去做安尼著好，一定爱找自动多合，做出牺牲奉献。 做如来真实地主，做如来传法人呐、啊，这个宿命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今哪里时间够了，那就学习搞起的。